桌面上现实的年份，相框上覆盖的几层，到底是哪个正在用谎言做伪证，等我自欺欺人质问，偶然一次回声，恰逢记忆敲门，现场留下的指纹，如私有的齿痕，画面从脑海闪过，只是悄然无声，时间不够残忍，依然有片段幸存，我竟然容许自己先切断层，细化了往尘的过程，说好了时间长着，只是躺的床